出来交火，在雨中我照样牵着你的手，随着荡秋千摆动，吹夏天的风，就像你最温暖的手。你说每个人都懂，红色代表爱情的沉重，准备哦。哦，好丑哦。哎，等一下，你送我这些东西要干嘛？啊，你是来追我的？希望你能接受。嗯，那小鱼怎么办？小鱼太娘了，不好。我比较 man 啊。man 先生啊，你不在船上工作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追冬天呢。你干嘛了？舰长好。搞什么鬼？这花是干什么的？你说你要追我们家冬天？不是我，是好了，一加一多少？一加一。我知道，一加好了，那你赶快回去船上工作了，快去。是舰长。哎呦，我们家冬天呢，条件虽然不算是顶好，但是配那个白痴的海鸥啊，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嗯，怎么这么说呢？我倒觉得那个海鸥反应还蛮可爱的，又憨厚老实。哎，说不定我们冬天很喜欢这一型的、啊。什么跟什么？不要啊！我才不会喜欢他哎！对嘛？啊，师傅，我进去看一下啊。哎呀，那冬天这个样子是要配什么样的男孩呢？哎，平安。伯父你好，请问呢？秋天在吗？啊，他跟他大姐出去买东西去了。平安啊，你跟秋天是不是吵架了啊？来，你给进来。哦，好。这些游艇就是很一般啦，颜色跟样式蛮普通的哈。就好像跟我们现在码头停的那些游艇差不多哎。嗯，我也这么认为，对不对？依我个人的建议啊，在同一个码头最好不要停太与众不同的游艇，免得到时候遭人家刻意破坏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说，
要是我跟佩安买太豪华的游艇的话，放在那边会有人刻意破坏哦。佩安，好可怕哦。嗯，我只是好心的建议，你们不要误会了。谢谢你的建议了，庞先生。但是哦，你可以不用担这个心，因为呢，佩安会帮我们的游艇请24小时的保全来帮我们看着它，让它不会被坏人破坏，对不对吼？请保全好像也不太安全，不然在附近盖一个船屋来放游艇好了。真的，我可以吗？当然。听到没？听到没？什么叫做有钱人啊？陈佩安的身价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可不可以麻烦调一台豪华一点的来啊？还是秋天了解我，黄先生，谢谢你。但是这个目录哈，对我们来讲太普通了一点，可能不太适合我们现在需求哦。嗯，陈总不好意思啊，那我车上有其他更高级的游艇目录，我现在去拿给你看。不用了，因为我突然对买游艇没有兴趣了。买游艇有点无聊。我觉得佩安，如果我们要买的话，应该就要买游轮，铁达尼号的那种，好浪漫，就是里头有红毯，有游泳池，你知道，就是秋天你上班的那种，那一种大型的啦，对，还可以开舞会、开 party 的，好棒好棒，当然可以啊，庞大君，你有没有代理游轮啊？游轮，嗯，如果陈总需要，我也可以代理啊。那太好了，我从小到大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跟着我的全家人在游轮上环游世界。佩安，你就要帮我实现这个梦想嘞，谢谢你。小意思，只要你喜欢，尽管开口。庞大金，听到没？你去拿一个那个游轮的目录了，现在这个我们不需要。嗯，钱总不好意思啊，可是我现在身上没有你们那种游轮的目录，可以改天吗？改天啊，改天就改天再说吧。再见。就这样。那我们再约改天。陈总再见。拜拜，好可惜哦。如果你有那个目录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可以订了。拜拜。拜。看到庞大金吃面的样子真开心。陈天姐，你终于出了一口气了。大姐，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哎呦，其实我已经决定跟大金分手了，就算他会生气，那又怎么样？我要跟他拆了啦。既然决定拆了，那我们可以鸟兽散，我要走了。嗯，你要走了？对啊，那么突然。好累哦。好啊，天，谢谢哦。大姐，我帮你拿。好绅士哦！等等我，小姐，拜拜，我知道买单吗？对，你聪明啊你。不用找了。拜拜。这个爱情真的是让人变得很盲目，就连31的男人呐、也是一样。伯父啊，请问秋天有没有跟您说什么？没有哎。我就看秋天气呼呼的样子，我怎么问他，他就不肯说。你们俩到底是怎么了？我没看过秋天这么生气的。我，老爸，我回来了。秋天啊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因为佩安特地过来找你。现在你们两个既然碰了面。那就把不愉快的事情当面说清楚嘛！啊，我跟他没有什么话好说的。哎，秋天，你先听我解释嘛。建远，哎呦，今天怎么会这么巧啊？你们两个年轻人同时出现，来来来。我来帮你们两个年轻人先介绍一下啊，天啊，他叫做建远，他呢是开个水族馆的，平常还兼差做个小酒保。建远啊，这位呢是秋天的男朋友，他叫做佩安，他是一个药厂的总经理。
你好。你好。真是太巧了，哎，真没有想到在这种情况，你们俩会同时出现。那很好，现在你们两个呢，既然都已经知道彼此的存在了，那可以大大方方的展开一场公平的竞争。我这个老爸呢，很开明啊，我也没有什么门户之见，就这样，谁对我的女儿好，那我就支持谁做我的女婿，怎么样？老爸。啊，不是。秋天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！这样子表示啊，秋天呢、啊，很多人追她，她行情好嘛，对不对？而且这样子啊，可以在婚前多一点选择，才不会错过真正合适她的对象嘛。啊，秋天，秋天，怎么？老爸，你这样子讲啊，他们三个人都会不好意思啦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只是想到我自己的女儿有这么多人追我，我高兴的昏头了嘛！哎呀，来啊，年轻人啊，为了表示你们两位追求者的大驾光临啊，今天这样，我这个老船长我亲自下厨啊，你们两个都要留下来吃饭啊，这样公平了吧？啊，伯父，不用麻烦了。你们两个喜欢的是同一个人，现在一开口讲话又是同一句话，你们两个怎么这么有默契呀？说不定哪一天啊，你们可以从情敌变成好朋友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春天，帮老爸招呼一下啊，我去准备饭菜啊。坐，马上就好了啊。好。我跟你们两个说，我老爸他也不晓得你们身份被揭穿的事情，你们两个等一下一定要扮演好互换的角色，知道没有？知道了。最后一个就是汤啦。谢谢老爸。哎，来，我呢先代表啊，敬你们两个贵客大驾光临，来，我敬你们。谢谢伯父。欢迎啊。玫瑰阿姨啊，你还没有见过建远啊。阿姨你好，我叫高建远。你好。这个建远啊，他是开水族馆的，平常他还兼差做一个小酒保。哦，是吗？啊，本来呢我是想把建远介绍给春天，好让春天忘记大金的。哇，最结果啊，哎呦，我这个乔太守乱点鸳鸯谱，搞了一场乌龙啊。原来啊，建远他喜欢的是秋天，那秋天又交了个男朋友叫佩安，你说，哎呀，我是不是很糊涂啊？那这样说起来的话，你们两位就是情敌的关系喽？阿姨，哪有人会当面这样讲的啦？啊，真对不起，我失礼了，不好意思哦。那我自罚一杯。OK。阿姨，我陪你。对啊，我叫佩安，你怎么？伯父，我不知道你跟秋天到底是为什么事情在吵，但是我知道的是啊，我们做男人的要有度量嘛。你就先跟秋天道个歉啊，然后跟他认错，包含一下他的脾气嘛，让不愉快的事情赶快过去，这样大家都好嘛。Nancy。不是故意的，请你原谅我好不好？说不出的爱要怎么重来，未来该有什么红气球一口一口一口用爱来填满，都愿真相是爱的圆满。 Nancy， 我不是故意的，请你原谅我好不好？秋天啊，这佩安都这么诚心的跟你说对不起了，你就原谅他嘛。这男女朋友之间啊，闹别扭是很正常的事情啊，但是要是闹久了，那就伤感情哦。乖，秋天，喝个和好酒吧，没事了啊。秋天，这喝个和好酒又不是交杯酒，对不对？
你喝一下嘛，不然的话你这样很不给阿姨还有老爸面子哎。秋天，老爸拜托你，你就不要再闹别扭了吗？三姐，你再不喝，我们都不用吃饭了啦。嗯，对呀，秋天，来喝一杯嘛，哈，就干一下。那这个大家都喝了交杯酒，只要喝了喝好酒就没事了。来来来，菜都凉了，快快快，来，开动，开动，开动了。来，靖远多吃一点啊，我慢点吃，佩恩你也是啊。妹，嗯，来，今天大金两个小杨，两个无滴，嗯，啊，咱两个好好享受一下，我们都两轮宿敬。哪两个？免得，哎，你啦，咱两个饮一杯啊。嗯，要我饮嘛？哎呀，不，饮袂起，更加酒啊！我一生就是一杯酒加海加作死什么病，大家饮，大家出代志，不？你敢饮？嗯，今天不饮。啊，怕酸啊！哎，我咧调工传一罐哦，你藏少侪年啊，这个好酒哦，啊，想要甲你好好饮一下，啊，什么？你无爱，啊，去年甲无爱啊，啊无，我著家己饮啊，啊无要安那，啊，啊是讲哦，你唔饮哦，无嘛不要紧啦，来，啤酒对，啤酒来，来个啤酒，哎，深呼吸哦，来，哎呦，小范，胖不？是叫胖。胖啊的。但是哦，我坚持戒酒。不要，安尼好啦，人有坚持哦，总是一件好代志。既然你敢这么坚持哦，安尼我的人哦，我也无爱人勉强，啊，我家己饮吼。赞啊！这酒哦，藏久就是安尼好饮，入喉甘哦落去，水分。啊，赞啊！安尼就是。我饮一小看麦。你？试看麦，试尝啦。你唔惊鬼调味？我先试看嘛，试着看呢，一撮着好，吼，一撮了吼，啊，一撮，这个敢那落单嘞，咱唔通饮伤济，那试安尼两滴，安尼着啊，安尼着，安尼着，啊，袂使去倒哦，吼，袂使去倒，哎，试着。啊，拄仔上少啉无啥注意，搁试看嘛来。没别个，过来。让我倒了。这酒我倒着了，我倒。哪趟我你倒我倒，即摆我较少你饮哪个？哦，哎呦。赞哦！啊好啦，开皮啊，开皮都皮啦，嘿啦，快点，嘿啦，那好改，你无饮哪有通改？嘿啦，你是讲，嘿啦，哎，去清清清清。哇！啊！哎，哇！无遐，我感觉真好奇呢。咱咧饮烧酒啦，去到岛毋是共拢拢饮，啊是啊呐，一定着爱去地岛啊。啊，这个地岛到底有什么无同款，还是讲有较特别的所在哟？哦，这对，这个无啥知呢，因为我做汉尼去，我较不了解呢。哦，不要紧啦，我是讲哦，恁查甫人去地岛哦，这地岛的小姐绝对有无同款的所在，有值得阮学习的，所以你讲我听，啊，我来学伊。安尼。当然啦，当然啦。这是安尼啦。嘿嘿。去地岛的查甫人，嗯，都是开钱的人嘛。啊，当然。伊就老大。嗯。哦，伊上大。嗯。啊，再感觉内面查某爱安奈，啊，查某爱温柔体贴，吼，啊，佫哪像你啊安尼足温顺安尼吼，啊，佫软软啊哪软绵吼，你知意思无？啊，袂使一支长一支短，吼，啊，讲啥袂使应啥安尼，我讲七十天，啊，佫两安尼对啦，哎，啊，查某拢嗨，爱听无？就是拢安尼尔啦，啊，佫三不五时爱甲人去吼，你按一个毛乌死无哩，家己用像囡仔合，甲翕一个，甲抚背啦，吼，你知意思无？算来对足好的对啦。要来，咱起来都爱话起的，来高嘞，安尼，安尼，感觉好无？啊，好诶吼。真诶。诶，无你真有天分诶。安尼遐，诶，这个毛黑蛋诶。哎，嗯。哎呀吼。哎，麻烦你哦，阮店下天多多来捧场呢。无问题，无问题。啊，不过，这点仔查某敢若无你遮老的呢？哈哈哈！
卖安尼啦，老的老婆丁，个人的口味无同款，安尼，我下趟会来，我等你。安尼吼，我叫阿鲁米后盖明天点来钱啊，来再开头啊吼，阿你甲安一下。我唔得过来找小姐，我通做妈妈啥？咩啦？你简单啦。讲无要等来食饭，我回来放个东西，马上又要出门了。好好好好好。无是讲等来食饭才出去啦。慢啦。哦，好慢。无会当的，来我搁敬你。嘘。哈？大声点，慢啦，等你好看到叫一个走，唔着叫伊走就点嘛嘞。啊啊啊！哎，大姐嘞。我先出门啦。哦，好好好好好。阿林，慢慢啊林，好好林哈。嘿嘿嘿。啊，刚要计钱，哪开始？叫你头啦。知影啦，啊不要紧啦，洗头啊紧。啊，干嘛呢？那个是啦，收收洗衫，无叫三句一句来嘛，不要紧，来啦。干，莫会当的，来来啦。来，你给我介绍。介绍介绍，干啦。怎么样？今天吃饱没啊？吃饱。谢谢伯父你的招待。Nancy， 啊，我会再来看你哦。那你们两个有机会要再来啊！哦，好，那我们就先离开了。伯父、阿姨，你们今天煮的菜真的很好吃。大姐，秋天、冬天，拜拜。拜拜。伯父、阿姨，先走了。OK， 拜拜。慢走啊、哦。哎，开车小心啊！哎，姐夫啊，嗯，我觉得这个高建远。怎么看都不像是开水族馆的，倒比较像是大企业的老板呢。这英雄不怕出身低嘛，就算是现在开水族馆，将来也有可能开个大企业也不一定啊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我看他的穿着打扮、应对谈吐，都比较像是家世良好的小孩。可能因为建远他们家教很好，对哈。不过反正啊，我觉得这两个年轻人都不赖。可惜，我们家秋天只有一个。哎，冬天，过来，老爸跟你说。哦。看到没有？以后啊，你挑男朋友就要学秋天一样啊，挑这种相貌堂堂、大大方方的嘛啊。海鸥那种啊，你就当普通朋友就好了，知道吗？哎呦，人家看上的是三姐啊。海鸥也看上三姐？不是啊，老爸。哦，你说，哦，那差一点，误会误会。哎呦，老爸，像他们那一种男人有什么好的？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哎呦，怎么这样说人家嘛？人家也是。亲自登门跟你道歉了，再怎么样，你也可以原谅人家嘛。哎呦，在外面忙了一天，我头痛得快爆炸了，我要先去房间睡觉了。不是秋天你，那这样子都……哎呀，姐夫，我看年轻人的事情，我们还是少插手吧。没错，阿姨你讲的太对了，感情的事情啊，要是有旁人插手，就越来越复杂。你不要忘了，我跟大金的事情。走，我听懂了啊，我听懂了啊。这个叫做做人难，做老爸更难呐、啊。哎呀，你叫我不管，我不放心；叫我管了，你们又嫌我唠叨。我累了，好吧，我去休息了啊。啊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老爸，晚安。喂，这么晚了，哦，一定要被小军骂死。哎。这么晚了，你还要跟小军出去啊？嗯，小军记得恐怖一遍，找我一起去看。先走了，小心一点啊、哦！早点回来啊！哎，年轻人真好，体力充沛的。我去厨房收拾一下啊。哦。阿姨，我帮你吧。好。春天，我在老地方等你，不见不散。小军啊，冬天，冬天，我知道了。嗯，一加一等于二。哇，你好。
你现在可以接受我的追求了吗？哦，走开啦！你这个白痴，坐着。当天，我们去那边照。来，你看哦。冬天小军，你们为什么没有等我就开始？哈，谁知道你要打扮多久才会出门啊？哼。旁边，可是什么？我跟你们两个说，以后有我在的地方，不准你们两个追冬天，还有不准送冬天东西。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因为冬天会很为难的。可是，还可是啊，再可是以后不准到店里来，还有在我爸面前也不准哦。啊？舰长面前也不行哦。对，可是你不是在家里，就是在店里，这样我们不是没机会了。嗯，你再吵就不要看片回家。嗯。我们来看片。等你，很少让你等我。你知道我比较忙吗？算了，不重要。你找我干嘛？哦，今天陈总说要送你游艇，所以表示你们真的在交往。我是不是在跟他交往？你那么关心干嘛？你别忘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春天。我知道我之前对你不好，可是我也是真心的希望有一个男人可以好好照顾你啊。那陈总他有钱，条件又不错，真的要好好把握。你放心，他的条件啊比你好太多了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一定会好好把握。也是啦，他条件那么好，谁不想好好把握？对啊，最重要的是啊，他懂得把握像我这样的优质女人。春天，我不是找你来吵架，我是真心祝福你。真心祝福我，谢谢，我收到了。你有别的事吧？我走了。春天，等一下嘛，还有一件事啦。什么事？我想说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又这么了解你，同样的，我又身为一个男人，所以下次你跟陈佩安约会的时候啊，你可以找我，我可以当你军师。军师？嗯。你应该是想要搞刻意破坏吧？嘿，我庞大金是这么没度量的人啊。要让我考虑考虑哦。我先告诉你一点，如果你要掌握一个男人的话，要懂得欲擒故纵。停！我只说考虑考虑，我还没有答应你哦。等我想好之后呢，我会再通知你。再见。真不知道陈佩安是看上春天哪一点。说不出的爱要怎么重来，未来该有什么事情呢？红气球一口一口一口用爱来填满，头晕转向失眠，爱的圆满。自己还不是吓到？哎呦，你们吵哎！对嘛？
终于演完了。啊，小君，下次看片不要找他们两个啦，吵到我都看见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。对嘛，下次我们两个自己看。看恐怖片本来就要有气氛啊，而且这个片真的很恐怖。对啊，我都不敢去上厕所，好可怕。好可怕！你们这两个男人哦，胆子这么小，还说要追冬天，真的是。哎，冬天，等一下我送你回家。不用啦，我自己回去就好了。那我也要跟你们一起。庞小鱼，你到底要我讲几次啊？有我在的地方，不准说要追冬天。可是那条路很黑，我会怕。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呐？哈！海鸥，那你陪我回家。可是我也会怕哎。你们两个，哎，不，滚！滚滚滚！哎，我想到了。海鸥，晚上不要吹口哨啦！哎呦，我要壮胆呐！哦，不行啦，晚上吹口哨会引来不好的东西啦！哦，对了对了，而且我还听说啊，走夜路如果有人拍你肩膀，你千万不要回头啊！哎呀，好恐怖哦！干嘛拍我肩膀啊？我哪有拍你肩膀，是你拍我肩膀吧？海鸥，我好想尿尿哦！我也突然肚子痛。戴小鬼，阿姨，这么晚了还没有睡啊？来。你们还没回来，我怎么睡得着？你爸爸刚刚才被我劝进去休息呢。这么晚了，去哪里了？大金，他约我出去。哦，那他约你做什么呢？就他今天下午的时候，看到我还有秋天跟高建远在宝莲的店里面喝咖啡，所以他今天晚上就找我出去。他问我说，那个高建远是不是要追我，还出了一些馊主意，受不了。哦，所以他假装要帮你出馊主意是借口，吃味才是真的。吃味，上一次联谊的时候，他还不是也很吃味，结果有什么用？过没多久他又劈腿。但是，如果他会吃味，那就表示他很在乎你啊。我看是他的男人自尊心在作祟吧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但是我也不想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因为啊，我已经不要跟着另外一个人那种喜怒哀乐都跟着他起伏的日子，好累哦。来，阿姨跟你说，这个春天啊，爱上一个人就是这样。他开心的时候呢，你就跟着他上天堂；要是他不开心啊，你就跟着他下地狱。阿姨。但这就是爱情的力量，对不对？爱上一个人并没有错。春天，你老实跟阿姨说，你内心里面是不是还很爱大金呢？是。不过，我真的已经不抱希望要跟他在一起了。所以阿姨，你不要再为我的事情费心了，啊。既然这样，春天啊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
你想不想跟阿姨去美国散散心，顺便去看看夏天呢？去美国看夏天？对。红的，啊，排到这个糟践那里用的包包，你都，啊，你不怪你老婆要跟你念吗？哦，妈，我这化妆师当然要打扮得很夸张啊。哎呦，啊，都袂使穿白款的。哎呦，小鱼啊，哎，你穿这样很 fashion 呢。咦，还是玫瑰阿姨了解我。嗯，好看，好看。哎，来来，玫瑰，这来。啊，不做了啦。啊，我过两天呐，就要回美国了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呢。要回美国？哎呦，安奈这么紧啦？就是啊，我本来啊想要留久一点的，但是我看春天呐，她这么难过，我就想早点带她过去，然后带她四处去散散心嘛。什么？春天姐要去美国？是啊，我想啊，如果带春天去美国，把她留在那里，刚好啊，我有几个朋友，他们的儿子条件都很不错哎。那这样我哥怎么办？哎呦，这我们也没办法呀。你也知道那个大金，他根本就不想定下来。哎，又不能勉强他们，对不对？都是安尼，唔啥呢？哎，这嘛是吼，无法度啦。啊，人讲有缘无分，哎，命运呐。是啊。玫瑰阿姨，那你什么时候要走啊？就这两天呢。你不是要去上班，安奈屋内底入去？我化妆的工具忘记拿了。哦，好好好。维哥，做什么？我现在要赶去客户那边了。管什么客户啦？刚刚玫瑰阿姨来说，春天姐要去美国，搞不好不会再回来嘞。怎么会？她要去干嘛？还不是都是你伤透她的心啊！玫瑰阿姨还说要介绍美国人的男朋友给她认识。介绍就介绍，反正那是她的选择。可是如果春天姐去美国，我保证你们之间一定就玩完了。哥，我拜托你一定要把春天姐留下来啦。你有完没完？你不要一直吵好不好？说不出的爱要怎么重来？未来还有什么事情能捧起头一口一口一口用爱来填满？头晕转向失眠，爱的圆满。如果春天姐去美国，我保证你们之间一定就玩完了。哥，我拜托你一定要把春天姐留下来啦。你有完没完？你不要一直吵好不好？喂，喂，张先生吗？哎，不好意思哦，那个公司临时有事，我可能赶不过去了耶。对。对，抱歉抱歉，不好意思。好好好，那我们约改天。好，不好意思，谢谢谢谢。请问春天在吗？你又来找春天干什么？不是，我有一些事情想要亲口问春天，请问他在吗？有什么问题你问我啊，我可以代表他回答所有的问题。哦，好吧。大金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哎，春天，春天，哎哎，春天，你真的要出国啊？你是不是出国之后就永远不回来了？是又怎么样？关你什么事？不是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你大学英文联考只考8分哎，你要怎么在国外生活啊？这个不用你担心，
我有我自己生活的方式啊，而且啊，我会活得比现在还更快乐。哎，我怎么不知道你要出国啊？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？老爸，对不起啊，我本来是想说要好好认真的跟你谈一下。昨天晚上我跟阿姨已经决定了，我要跟她到美国去。这么突然啊？什么时候要走啊？后天。啊？机票啊，我已经订好了，后天一早就走。这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春天，你真的要走啊？不走干嘛？留在这边被你气啊？不是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你什么什么？我没什么了。春天啊，你去。大金啊。大金，我知道我们这个决定对你来说很突然，但是你跟春天，我觉得用这种方式结束，说不定对你们彼此都好。阿姨希望啊，你可以好好的祝福我们春天到美国去开创他新的人生啊。春天，哎，春天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听到没有？可以走了，走了走了，快走快走，再见。哎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？我好好的跟你说。哦。啊，你讲春天要去美国？哎呀，啊，玫瑰要回去美国啊！啊，伊就看春天安尼心情敢若无介好，是讲啊无，我那甲带去美国行行，看伊心情会较轻松未啊？爸妈，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春天姐留下来啦！那阮哪有啥物办法啦？代志也毋是阮遮呀。哦，哪呢？大姐，春兰要去美国，你知无？紧到啦，同紧。哎，我知啦。我刚已经去过了，他都已经决定要走了。啊，你敢不敢留咧？叫伊莫走。他都要走了，我留他干嘛？哎呦，你就是不敢留，唔得要走。你哪敢留，反正未走。哦，对呀，就是哥。你要一定要跟他说，你不希望他走，你希望他留下来了。哎呀，他要走就走啊，反正我跟他之间已经没什么关系了。哎呦，你来过来，你就不要再嘴硬了。其实你心里一点都不希望他去美国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你这次真的伤透了他的心。如果他真的走了，到时候伤心难过的一定是你啦。小姨，那个口口念大兄。既然伊甲春天就找啊，啊春天要去倒位，那是伊的代志啊。哎呦，阿庆，你若讲这番话啦哈，代志到这嘛，拢担心嫁出来呢哈，啊，都要担心去解决哈。好啊，你讲我侪啦，大姐，你去休困，去休困。好啦。少年，少年。哎呦，你唔好讲安尼成大姐啊啦哈，代志拄着爱去解决，爱去面对，唔好生啊啦。恁大兄小可注意一下，啊，甲伊讲吼，这个玫瑰阿姨吼要出国啊吼，我要请伊食饭。啊，明仔载哦，你甲恁大兄拢会踮咧厝，知无？我先来买菜，我出发。安尼尔，哈？血压要每天早上都要给老爸吃。大姐，你不要去美国啊！你去美国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大姐，你真的要去美国？嗯，我去美国走一走嘛，顺便去看看夏天啊。哎，其实出去走走也好啊，换个环境，换个心情，顺便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哎，不过记得哎。一定要多认识一些外国的帅哥，回来介绍给我们认识。对啊，我想说去美国走一走，而且我已经决定要找到自己的春天，搞不好真的像阿姨讲的，在那里遇到一个好的人，我就不回来了。真的假的？可是这样我会舍不得哎，你如果走了，那我怎么办啦？大姐，不然你帮我一起打包带走好了。哎呦。哎，你说什么啊？大姐都还没结婚呢，就要带你那个拖油瓶啊，多累啊！大
姐，你看呐、啊，三姐就会欺负我。你如果走了，我一定会比灰姑娘还惨呐、啊。哦，可怜哦。哦，大姐哦，就是太宠你哦，才变成什么宅女一枚的。哼、嗯，大姐不要理他。哎呀，你们，我如果真的是留在美国，也还是可以经常回台北啊。不要那么想我啦，你们这样子，我也会很想你们呢。哎呦。我流泪不是为雨后的晴天，而是为了一封被淋湿的信件。你哭着对我说别再见，我的心很累，说不出什么事。